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琳。非常恭喜每一天都陪伴我的 N.365 丛书已经出到第四集咯，书名就是是我别怕。感谢主，有了耶稣，让我每一天真的都不再害怕。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N.365， 让 N.365 陪伴你每一天的高山低谷。